个脸书。可以吧，我这里要移过去。嗨，那我要主要是看哪一边？看这边一边。好，这边好，脸书这边。嗨嗨嗨嗨，今天要开卖制定款，然后好，我先来，先等易欢，易欢来了。Hello， 平常都是在幕后看卷卷直播，这次第一次来。好，然后我先讲规则好了。来，我来讲规则，你可以先分享。今天呢，就是呢，好，然后我来讲规则哦。今天呢，就是开卖制定款，然后前三十名可以折100。然后呢，好，然后就是今天的话呢 ，FB 这边的话就是分享直播，标记两位朋友。然后你们的关键字是什么呢？就是今日下单制定款抢折扣码，限量前三十名，超长的。嗨，慧芬，嗨，思璇，嗨 ，Grace， 今天就是要赶快抢哦，各位。然后好，继续，我再来讲一下，今天就是呢，你们 FB 这边如果打关键字的话，就可以抽200折扣券3名。然后今天就是限量制定款的开卖，你们就是如果因为现在就是连线期间嘛，就是有88折。然后呢，如果你们就是抢30名的折扣码，还可以再折100，所以就是超划算的。所以你们要赶快先下单的人才有制定款，就是可以抢折扣。嗨，对，没错，是易欢来了，是我，易欢来了。好，然后赶快，就是 FB 这边要分享直播哦。来，赶快先分享直播。Hello， 我好了，好了。好，好，先给大家看一下我身上这件风衣好了。我觉得，没错，它今天就是会是我的主角，因为我就是一穿上以后，我完全不想脱。我等一下就要用它搭很多套给大家看。没错，我们等一下会搭超多的。先给你们看啊，因为我真的是没有就是做任何手脚，你不觉得我就是这样子而已？它看起来超挺的吗？对，哎，这样真的很好看。而且我觉得它的侧面是就是不会是那种胖的感觉，因为你知道穿那种老老的，有些人会觉得说它看起来会很宽或什么。可是你们不用怕，因为我的肩膀超宽，我就是我一直都说我是就是游泳圈，哎，我是40平肩，40没有人39，我39，我超宽的，因为我也是算宽的，它都是大概就是少我2个手臂，就它超窄，对。然后所以就是你们可以就是参考我这种大宽肩。就穿起来，因为它这应该是不限那个肩型，因为它这边是做绕肩的，所以你就是如果是肩膀也窄的话也 OK。可是像如果像我一样是40肩，就是游泳选手的话，你们真的不用担心，这看起来真的很好看。你看这个超挺的，而且它是就是有点那种连袖的感觉，所以它其实很瞬间的。而且你的袖子这边，我觉得它就是很服。就是很贴，因为有一些我这边我都会就是松掉哦，就是可以。它这种的话，就是而且又是做那种比较大气的那种感觉，对，给你们看不破扣的感觉。对，我觉得这边做很漂亮，这样超美。刚刚我发，然后就是有认识的说这风衣也太美了吧，我说我吓到了，这边真的很好看，而且我觉得穿起来会更好看。对啊，给你们看，我觉得哈，来这样看得到它的那个吗？纹路这里有没有人字纹的感觉？这样。然后两边给大家看，它是人字纹的。嗯，然后它扣子如果扣起来的话是长这样，就是我觉得如果是扣子扣起来的话，下面配一个合身的牛仔裤会很可爱。对，配那种就是牛仔裤，我觉得紧身的也可以。而且它里面你说是双层，对不对？对，这里面它是有内里的。对，这风衣超美。这个我觉得大概10、11月的话就很适合。对，就是可是9月，我觉得现在没有到那么热嘞。对，到晚上其实我觉得就可以。今天蛮凉的，而且我们就是预购，这个是预购开始哦，就是7到21天，你们收到就可以穿了。你们看后面还有这一片，这样，我觉得它穿起来真的很有质感嘞，天哪！对，而且它是有一点那种，就是下摆，我觉得下摆这我们设计前短后长，就是前短后长，对，而且就是各种身形都可以。而且前短后穿那个就是牛仔裤很好看，很好看，因为后面把它配到对那个遮住，等下给大家看上架咯。你们要抢折扣码的，就是前三十名有可以2件八折再折100。它的领，对啊，它的领很漂亮哎，这边就因为有一些风衣，我觉得它的领啊不是开这么低，它是可能开比较上面一点的话，就是看起来的那个不大气的感觉，这样。它是只有一色，对不对？对，一个颜色而已。那我把它做口袋蛮方便。对，我平常就是冬天都超喜欢这样，那很美。对啊，而且口袋其实也蛮深的。
对，然后这一件的话，我们就是做那种就是复合布，就是它是有两层，所以它穿起来会比较挺。嗯，对啊，它真的很挺。我跟你们说真的，而且我刚刚一直在那边动那种什么，然后也不会就是有那种折痕啊什么的。它的布料是算是不易皱的。太瘦的穿起来会不会撑不起来？我觉得不会耶、欸，易欢就超瘦啊。可我真的很久没量体重，我也不知道我现在几公斤。四十几啊，应该。好，给大家看，我现在上衣这个是那个就是碎花的那个上衣。然后我们刚刚就是在聊碎花上衣的时候，其实我有觉得，就是碎花上衣啊，它其实是一个就是你随便穿，然后你穿上去就是人家觉得你有打扮，因为就是它就是让你会让你整个人哦，你今天有精心打扮过，可是其实你只是穿一件碎花而已。碎花就感觉很贵气、嗯，我觉得你真的超适合这样。很适合，可是那个浩翔很讨厌我穿这么漂亮，真的假的？对，因为他被抢走，他觉得就是看起来我们不搭，因为他想要我穿 T 恤，哦，就比较随性，比较休闲一点。所以我已经很少没跟他出去了、啊，你觉得吗？就想我要穿我漂亮，那我今天不要跟你约好了。这样适合就是自己一个人走在路上，对，或是跟朋友有没有去酒吧，绝对被请。对啊，你看里面他，因为我里面是穿白色，他这个其实没有到很厚，它是薄的，所以你就是如果里面你想要性感一点的话，里面也可以穿一个黑色的，因为我觉得韩国好像蛮喜欢黑色的 bra 还是什么之类的，对，就是他们直接穿内衣的那种感觉。然后你就穿的，我跟你说，绝对真的是去酒吧真的是就是大小通吃，真的。对，然后这一件它就是袖子这边啊，它不会，因为有一些它下面是做松紧，然后可是它这个是不是，它是做这样子比较像是宫廷的感觉，然后是就是比较这边袖口这边会比较长一点，可是我觉得这边袖口这样子的时候，你这样拉到这边把它卡住会很漂亮，会很有精神，而且它卡住其实它就是这么长不会说就是不舒服，我觉得还蛮这样子蛮好看的。而且我觉得它这一件的话，它是有做那种剪线，稍微有点抓皱，有点工艺。哦，对对对，就是它这个地方是有点就是抓皱，然后因为我的肩膀是宽的，所以其实我是实心到这里。可是如果窄肩的话，它会修饰你，不会让你看起来太单薄。所以我觉得窄肩的人穿这件也很适合。没错。然后它这一件是那个深咖啡色，然后那个给你们看，它的花是紫色的。对，这种的话现在很适合穿，因为它就是做透肤的，所以就是还蛮轻薄的那种雪纺材质。而且我觉得咖啡色其实不会很挑，不会很挑肤色、欸。风衣的编号 WK14 这个蓝，然后上衣的编号是09020哦，就是我们现在商品。都已经上架，所以你们就是搜寻官网、嗯，然后打编号就可以找到了。哎、欸，我觉得这个蓝也好看哎、欸，这蓝很美。对啊，因为这两个是不同感觉，就是这个我觉得它是有一个就是复古的感觉，对，然后气质。可是我觉得这个蓝你可以把它穿得很活泼、嗯，因为如果说你下面搭个牛仔裤或是牛仔裙的话，其实就一个不一样感觉，比较阳光，然后比较就是年轻那种青春洋溢，就是因为人家都会觉得穿碎花好像会穿起来有点。局限就是哦，我今天是不是要淑女一点？可是你可以搭裤装，我觉得这个蓝色比较显白，嗯，对，蓝色还蛮显白的。可是我觉得这个咖啡色很特别，我是喜欢咖啡色、嗯，因为它其实复古风，而且我觉得我会很好搭，因为我很多杏色啊什么鬼的下半身的话，我就觉得很适合，浅色系的都可以。然后这件裙子，因为我其实就是我的衣柜里面也超多这种裙，你也知道年纪。到一个以后我会很想把它，我真的会把它遮起来，然后我很喜欢裤头是这种松紧，可是这件松紧你不要就是怕说就是露出来会不会怪，我觉得它这个裤头是就是做的是可以露出来的，因为它有特别比较宽一点，而且我觉得再细个腰带也会不一样的感觉，就是粗一点的那种腰封那种概念，对，因为它是做宽版的那种松紧，然后它是有一点那种就是小荷叶边的那种感觉，而且它的抓皱啊，就是这上面这边蛮密的，所以这个我觉得是蛮修饰，还蛮修饰的、嗯。如果是摆着比较硬挺的话，它就会比较蓬，但它现在这种是还蛮顺身，就会看起来会很瘦，而且看起来我的比例超好的、欸。对啊，这样看起来超美。而且它的长度我很爱，因为它长度就刚好在这。你知道那个来真的女生有时候下半身很胀的时候，露出一点点都是有点害羞，就是可能露到小腿，我就觉得啊，我今天好胖。可是它刚好露出这个小脚踝，就觉得很安全。对，就是稍微就是露出脚比较细的地方。然后给大家看背面。裙子的话只有一个颜 色，裙子编号09025。它的材质，它的材质很舒服哎、欸，这个算是棉吗？
它有点像雪纺的，对，雪纺，雪纺棉，就是有混棉的那种材质，很，它是很亲肤的，对，很亲肤的哦、嗯，可是也不会有显臀型啊，或者是显小，而且我觉得它的颜色有点像是浅可可色，对，就是很好搭，所以大家也不用就怕说它很难搭之类的。我觉得配个那个白色的就是背心，如果说是现在很热，配个白色背心，然后配个布鞋，然后就看起来就是很休闲也很 OK。对，配布鞋的话其实也 OK。这样。好。好，然后换吗？好，那我们鞋子。对对对，鞋子是忘记了。我刚刚就是这双鞋啊，我觉得穿起来超好穿的，就是它的皮啊，因为有些人会怕说，哦、这边有看到。就有些人会怕说，就是肩头好像有些拇指外翻或什么之类的，会觉得这边会紧紧的。可是他们这个皮啊，其实你进去以后，它其实还蛮软的，就是可以让你的脚去就是熟悉它的皮革。所以就是我刚超好穿，我刚一来，然后就是其实我在看那个在换衣服什么，我就开始一直穿这一双，我觉得它超舒服的。它是超好穿，它是有两穿，然后就另外一个是把它用成是后跟这样，对，后拉，而且它卡的还蛮紧的，嗯，因为我其实穿那种鞋就是两穿的时候，我会觉得后拉那个反而就是对我来讲不是那么重要，因为我觉得每次都会掉下来，可是它刚卡超紧嘞，这样子给大家看，这样，对，它是会卡住的、哦，没气质，这样，鞋子超美的，而且鞋子真的很好穿，它的皮很软。对，它这个是软皮的哦、嗯，所以它穿起来的话，其实不会到那种就是你这里会那种刮刮的感觉，这里不会痛，很舒服。因为我妹很 care 这个地方，就是大拇指就是会不会就是会不会 K 很丑啊什么之类的，对。然后这个的话，它是有软垫、嗯，它就是稍微是有软垫的。我喜欢这种跟，因为这种跟不会太高，然后它也不会太低，然后就是你知道太低的话很没有安全感，很贴地，它就是有一点点跟就超好走的。对，然后。它这个的话，旁边还有做那种有点那种小金属的概念，金属的东西，很美耶，给大家看。这双我自己超推荐的，因为我现在穿的就是他穿的，我现在穿他鞋，很舒服。对，然后它这个的话还有指滑，嗯，好，我去换哦。好的，鞋子的话，它的版型是那个偏小半号，对，然后我平常穿24，然后我这双的话是24.5。所以这双的话，你要拿那个大半号，然后鞋子的编号是09030。然后哦，对，刚才有人问我那个上衣是杏色，它是有两个色，等一下一换会穿。然后这个的话只有限量，因为它这个的话厂商断货，所以上衣的话是没有几件。对，今天的话等一下一换会穿。然后我觉得鞋子它超美的，它这边它就是做有点两层拼接的感觉，然后它是外车线，我觉得它这一双超有质感，我觉得你们一定要拿，因为我自己也是，就是一拿到我就是先留，这双我觉得太好穿了，然后它又是2到3公分，你们可以看官网，对，我觉得这个真的很好穿，而且它又不会太尖头，我就超讨厌那种很尖头是比较正式，它是稍微前面是有一点平的那种感觉，鞋子可以两穿，没错，它可以当拖鞋。因为你很懒的时候你就当拖鞋，然后你想要比较正式一点，就可以当凉鞋。我觉得穿你们衣服有点就是有看到不一样的我哎、欸，气质吗？我今天有个女人味、啊，有这种女人味的感觉。对啊，对，鞋子真的超好，好像也很适合大姑娘。对，鞋子编号是09030。来，我很久没露腿了。很瘦，你的腿真的超细，这样子很好看哎、欸，因为我其实就是现在对于就是露出大那个膝盖以上以后，我就是开始会觉得不自在。你知道以前很爱穿那种露屁带的那种裤子，我现在都不会。以前到底是有怎么没有羞耻心啊？真的是。给大家看一下，我现在就是也是同色系穿搭，然后呢，现在就是多一个那个风衣的那个穿搭给大家看。这个风衣真的很好搭，你看就是它，我身上色系。就是有点接近你就可以了，真的。就是它其实是同色系，我觉得穿起来也是很好的。对啊，然后对，如果你们要抢那个风衣的折扣嘛，赶快前30名下单的才有哦。哎、欸，你这件上衣看起来内内超大的，你等一下会穿？我每次穿，我说我这件哦，我这件看起来很大。对啊，你那件也很大，给你们看一下。现在就是要看大的，它就是这边是有坑条。然后呢，它是也是有点就是透，可是它没有到刚刚那个雪纺这么的透，就是刚刚比较薄一点，这是有点厚度。这颜色算是什么颜色？杏色、哦，它有点，它我觉得它有点奶茶的感觉，就是它比杏色再深一点，因为我这是算杏色。
它的没有在深，还是有没有奶油？这有点奶油，奶油对，奶茶，它是颜色很显白，对啊，然后它是有点直条纹的，而且很好看，我很喜欢它的袖长，因为你知道我手超长的，我也是，就是硬要这样子，对，对就是你知道，因为雪女她手 很短，她都会这样，她就没有那么困扰，可是我要遇到就是这种很刚好的袖子很难。这样子，因为这样很有女人味吗？有，我觉得这样子就比较高级的感觉。啊、然后给大家看我的裙子啊，这件裙子穿起来真的超级超级仙的，把它拉起来。裙子还有另外颜色，对，鞋子可以两穿。我看一下两边，上衣的上衣的颜色，然后那个上衣的颜色还有另外两个，一个是灰，一个是黑。可是我个人我很喜欢我身上的颜色，我觉得这颜色很漂亮。它真的是很美，它的颜色就是还蛮那种奶茶色系的。它如果你要很瘦的话，你可以穿就是黑色。那如果你的衣柜是黑白灰比较主要，然后可能没有像我就是很爱穿很多色的话，我觉得灰色也很适合。然后我身上的裙子它有另外一个颜色，哎，我其实超爱这个颜色。哦，那颜色很好看，它就是橄榄绿的感觉。哦，对对对 对, 对。这样好难好难选哦，它是带点有点小香风的那种格纹感、而且其实我觉得这个绿如果配军靴就看起来很帅气，对对啊，很难选耶、不一样感觉，你带那双靴子吗？靴子好，来穿靴子给大家看。好，然后的编号是08270，然后裙子是08181，对，好，赶快这件赶快去抢哦，前30名的有折扣100。哎，你这双靴子也太软了吧，很舒服。对啊，而且它是很贴脚的，我觉得很好看耶、就比较软。对啊，然后又是低跟的，而且它我喜欢它的那个筒高刚好是在我的那个就是小腿就是细的地方，不会就是你知道再高一点就是粗粗的，腿会看起来粗。对，它刚好是在一个你知道很细，很就是这个刚好的那种高度。这可以走超久，因为你知道它连穿上它的皮真的超软，我拿一只起来给大家看。后面的长裙等一下会穿吗？它很软，等一下有时间的话这样。对，它是很软的、它皮真的很软，所以你们就是而且它你看它的跟大概只有3公分，对。所以这个其实超好穿。对，它靴子颜色很美，我觉得也是比较偏奶茶色系。对。可是它不会，我穿起来好像就是看不到它。对，它不是整个是绿色的，它是有一点重的颜色。对。但我觉得配那个也很好看。太奶了。哦，对，有点那种太奶色。就是你们像这样子，哎、我觉得这样搭也好好看。黑配这个对不对？很好看。哎、很好看哎，因为我个人很爱这个颜色。对，就深色的话，其实这样比较跳痛，我觉得其实也蛮好看。这也 OK 啊。对。然后上衣的话，我觉得它有一个特色，就是它完全不会到贴身，对，穿起来会还蛮瘦的。因为我其实是一个吃饱胃会凸的人，就所以它其实因为我现在是饱的状态，对，就是看不太出来，对啊，而且看起来就是很有，你知道这边很有空间，还可以再吃胖。一欢你是168/48对不对？对，差不多。其实我169了，169/48应该就差不多啦。然后商品都上架哦，再报给大家一次。上衣08270，08270，裙子08181，08181，这件裙子真的很好看。对，然后我看，那好像说要看那个你的上衣的颜色，近看。我的吗？对，它是有坑条纹的，直条纹的哦，立体的。觉得这个还现在还蛮适合穿的，因为你现在天气如果没有那么热的话，就可以穿这种，因为它是属于。它是属于就是不是那种秋天毛料的那种材质，对，所以这种的话我觉得现在还 OK， 这个我现在 OK 耶，我现在可以穿这个，对，而且我觉得你们要买这个色，然后基本色系也可是我觉得要保两色，因为我觉得黑色很黑色，对，就是整个很，因为你可能这一件就是你知道会吃东西会长掉，哦对，就是黑色至少还有一件黑色。黑色超瘦的，超瘦，就黑色的话就是必瘦，而且它是就是比较不会让我那么贴身，所以每个身形的话，我觉得穿起来都还蛮瘦。有人说可以再穿一次风衣外套。好的，我们再配给大家看一次。这件风衣外套我真的觉得它很厉害，拜托大家一定要就是先购物。对，它是有点那种灰杏色，对，所以它其实配杏色就一定是 OK， 可是它其实配其他那种牛仔啊、蓝色什么，它也不会突兀。而且穿起来你不觉得就是整个身形就是超瘦？我觉得穿起来就是配短裙，或者是等一下我们会搭牛仔裤，哎、欸，这样真的很厉害耶！我觉得你要穿这样走在路上，会被先被扁。
可是这样真的超美的，他应该就不让我出门。对，那、啊、你今天穿那干嘛？你去给我穿丝袜之类的，不能下半身换掉。这样很好看，而且我觉得这样子如果穿短裙，然后后面的话，我觉得超美。对啊，后面就整个被杀，有没有被杀？有，这样真的超好看，就有点下半身失踪的感觉。对啊，超美的。风衣有纹路哦、嗯，好，我们再近看近看，它是有纹路的人字纹，两边。没错，所有喜欢的素元素都集合。对，因为它就是有点，而且我觉得它不会到太厚，因为它里面是有内里，但是我们是做挺料的嘛，就是有复合布的那种概念，所以它穿起来是很挺的，就是它非常的挺。但是我觉得现在天气的话是还 OK， 里面只要穿雪纺或者是薄的话，晚上的话是可以的。而且你看我把它扣起来，它也不会觉得说没有腰身不好看之类的。对，这样也很好，它很可爱啊，斗篷哎、欸，对啊，很小斗篷的感觉。嗯，然后有一些，你知道有一些风衣外套，他就自己压给，然后他做那个腰带。哦，对对对。然后你知道那个腰带你根本就不会用，因为到时候那个他洗衣机洗一洗就不见了。所以就这样简单就好了，简单。哎，我觉得这样配也很好看，因为它就是有一点小斗篷的感觉。而且那时候我就跟就是韩国那边说，我一定要挺，因为不然如果对，所以不然如果你没有复合的话，它就是软软的布料穿起来就没那么好看。嗯、对，而且我其实真的很讨厌风衣很皱哎、欸。就是还要自己烫，很烦哎、欸！这完全可以不用烫、啊，你就放在那边。你看我一直在动，它就是都不会，就是有什么压痕有没有？对，看我看一下哦，没错，赶快订购风衣外套，你们就赶快前一百名，前一百名折扣。风衣哦，前三十名，前三十名折一百。风衣不会很厚啊，不会很厚。然后你现在就是连线旗舰，你可以搭配两件八八折，2180风衣2180，然后你两件八八折，我写1918。然后呢，你再抢三十名折一百，等于1818哦，只有三十名，然后可以折一百块，超优惠的，赶快买。每次我旁边有人在讲这些的时候，我都会开始放空，因为每次我讲就好了。对，每次讲这个都是璇璇，然后再讲讲，我就对对，然后从试穿赶快下单。好，我去换下一套。短裙有上了吗？上了。短裙的编号08181。08181，短裙编号是08181。易欢身上穿的上衣是那件，这件，这个的奶茶色上衣的编号，再报给你们一次。对，我觉得它算是有点，我再拿那个颜色给你们看哦。我觉得它不会到太深的奶茶色。我的上衣是厚的，2180，对，2180。然后我们那个内文有那个折扣嘛，你们就是下单的时候，如果两件八八折，然后再折一百的话，你就是下单之后选两件，你可以配其他的。你商品你可以配那个像这种也可以配，就是饰品类的也 OK， 就是配两件八八折。然后你要再折一百的话，就是折扣嘛，内文有折扣嘛哦，各位。好，我看一下，放到购物车就会跳出折扣。对，放到购物车会跳出折扣，可以吗？蓝色碎花，等一下有时间可以穿鞋子，等一下给你们看。好，来哦，刚才要近看，它是这个，我觉得它这样有点，这样比较像，就是不会到太浅，不会太深的颜色。这个奶茶色。好，等一下鞋子再给大家看一次。易欢身上的上衣编号，刚才这个。08270，我觉得这个就是必买款，这个也是，我觉得就是因为它是那种比较不会到那么宽，不会到那么紧，也不会到那么宽。哎，我穿了你这件了，这件好好看哦。对，而且它是有一点休闲又有一点正式的感觉。啊、真的是，我觉得这件裙子也太性感了吧。对。就我不知道为什么它很一定要这样子。对啊，哦，因为你也是穿这件。对啊，我是穿黑色。这样子，而且它就是它这一件它有做就是。我觉得比较高腰，对不对？哦，对，比较高腰的感觉。它刚好就是在我的胃刚好在这，所以它就是很包覆在我的胃这边，所以看起来我的下面的比例就全部都是腿。有挑风衣有挑肩膀吗？完全不限肩宽，因为它是连袖的，很瞬间。然后易欢是168/48，对，上衣超美的。好，上衣编号09026。09026，然后价钱都在官网的哦，价钱在官网。怎么办？这件上衣我怎么觉得它这个可塑性很强啊？因为我们现在是穿就是很，你知道就是很性感这种，可是我觉得它也很适合搭裤子哎、欸。对对啊，也很适合。
就是如果你要搭裤子，就是比较休闲。哎、欸，这样子其实超性感哦。而且我觉得这件质感超好，它限量，啊、因为它要断货了。对，真假的？真的。哎、欸，赶快，大家赶快，七件而已，赶快抢，只有七件。对，就七件。那是不是好像它也不用琢磨太多？对，就赶快买，我觉得这件一定、哦。它还有黑色的，黑色只有两件而已。嗯，黑色只有两件，好，那就给你们看一下。对，没错，这看起来超修饰。哎、欸，可是这件裙子看起来下半身很直哎、欸，而且我觉得你那颜色也蛮漂亮的。对啊，你看哦，很瘦，看起来很瘦，侧面好瘦哦。对啊，超瘦的这件。对，然后裙子的话，它有分尺寸，它有分 S、M。哎、欸，很美哎、欸。哎、欸，这个如果去酒吧做高脚椅，你知道这样子露可以，绝对被请酒。可以，反正我现在还，而且我觉得它其实不会到那种开太高的。对，因为如果太高的话，稍微这样子，有时候我会在这边尴尬，就是我没办法了。对，这里我们觉得还 OK。刚好这里，反正我坐下来，我也不用避讳，因为它其实就是它也不会让我走光。可是如果再高一点的话，可能我就是坐下来的时候，我可能就是要侧着或什么之类的。然后对，一般你都是穿 S 对不对？对，对，他都是穿 S。然后这件我穿 M 哦，嗯、我是160变肥54、53、54，因为我觉得他这件有做比较合一点。对，我觉得这件的话，它穿起来版型真的很瘦，这样很好看哦，天哪，好看。然后上衣赶快抢，上衣要美。它是有点这件裙子，它是有点算是那种西装布料吗？对，它有点西装布料，对，嗯、对，超好的。然后质感很好，小雨那裙子好，小雨，但你哎、欸，这件好像有偏小，你应该不知道要不要改。风衣外套怎么知道在30件以内？就是你们输入折扣码，折扣码有成功就有哦。这件好像哪个色？我觉得这个色蛮好看的、欸，我身上这颜色比较，因为它黑色，你看黑色可能太多，觉得这个色也蛮好看，还有点那种浅可可色。上衣编号。上一边它是09026，09026裙子，裙子是09022，09022，而且上衣的帽子也很适合大头，你知道有一些这种帽子都是做假的，就是它没有要让你戴着的意思，因为我的头真的有够大，然后没办法，就是它是可以戴的。小雨两色都要，是要去哪里啦？穿这样不会还好，它不会到很尴尬，它的那个只有一点点，差一点点。然后呢，我跟你们说折扣码是那个 WK140905， 对，前30名，这个真的很，而且这件的话就是在那种高单区，它真的很漂亮，质感很好，懂挑哦，哎、欸，它真的是会让你的腿真的是会细，对，但是而且它是这个是哦，后面是有一种夹对的那个口袋的感觉，这样子。对，这件穿起来很爽，而且它是比较那种就是比较薄的，它是有点西装布料比较薄的，所以它穿起来很好看，而且现在天气完全可以必买款。我真的觉得小雨说两色都要那种好笑，他都是那种很就是突然来一个，还是他是要就是穿这个在家里跟男朋友哦，可以哦，切牛排，好，我去换一下下好的。好，然后就是风衣的话，风衣啊，我的风衣，这里风衣赶快哦，前30名的折扣嘛。对，像刚才那样穿，其实我觉得配风衣其实也还蛮好看的。然后风衣的话有口袋哦，风衣有口袋，然后里面的话我们就是有做内里。然后好，这个就是我觉得现在买论前30名就是整个是赚到。因为风衣的话，就是2件88折，你现在2件88折，然后你还可以去折一，哎，2件88折，我真的觉得你们可以下2件，然后你1件卖朋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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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卖原价你也赚到，哦对，小赚，哎、欸，对耶，对不对？小赚呢、啊，赚差额，因为你看21808折1918，然后你再抢前30名折100是1818，哎、欸，真的好可爱，我瞬间变可爱了，可以耶，那等下也可以配，对啊。因为我自己是很喜欢格子的单品，可是我觉得格子的那个洋装其实很难找到就是命定的那种，可是这一件它就是一个很，因为有些人不是像我们那么喜欢穿合身的东西的话，这件的话一定很适合你，它就是一个就是穿起来非常舒服，然后就是要逆领，我现在就是要就是呈现我以前就是22的那个状态，可以，我觉得这件也蛮好看，还蛮适合你的，对啊，因为我超爱穿格子，你知道肚皮以前买衣服给我都是格子衬衫。哦，真的假的？真的，以前我都是格子。对，浩翔 ，Hello， 他来看你了。完蛋了，我今天不能穿太露了。没有，太露了也
已经穿完了。然后我现在就是它的袖子其实长度是刚好，可是我自己会习惯就是可能就折一下，因为我觉得折的话我自己会比较有精神。可是它其实这个袖口是有点就是已经帮你用点小缩口，所以其实是 OK， 就是可爱的感觉。这样子给大家看它两边不一样。长裙的编号09050。对，然后平常穿 XS， 刚才那件 S 号，你们可以看官网的平量尺寸，你们可以看它的那个腰围都有上了。就是官网都有上，详细的尺寸都有了。然后这个裙子啊，它其实是一个，就是我觉得它很日系风哎、欸，就是日本那种，就是无印感的感觉。而且我觉得也可以搭腰带，也很好看。就是细一点的那种，就是黑色，然后这样子，你可以显现你的腰。这样，它是那个有点像是法兰绒布的感觉。哦，对，就是有一点像是那种厚一点的，比较厚一点的毛料。对。而且 我其实很喜欢穿洋装，因为我真的觉得现在有时候真的很懒得想要穿什么，然后洋装一件真的是很方便。那格子也就是会让你哦，对，可以搭外套。我真的现在好像在冬天哦，好开心！我最喜欢冬天衣服，我也是，冬天衣服比较好看。对，这样真的冬天衣服这样也很 OK， 这样也很美。因为你知道里面这一件它不是说合身，它是就是有点宽松的，可是搭上去不会说什么上宽，然后里面又宽，会看起来胖胖，完全不会。风衣穿过了，我们现在有很多搭配了。然后风衣的话呢，就是你们要抢前30名折100，赶快现在赶快买起来，就是你就是直接放两件，我跟你说你绝对卖一定卖得掉。没错，真的，你就跟朋友，我昨天有买那个，你要加一吗？我可以帮你加一，赶快跟朋友，或者你打他9折啊，对不对？对，九折你还是赚。对啊，所以我觉得风衣赶快抢，前三十名赶快抢哦。然后我现在是配靴子这样子，哎、欸，这双靴子很可爱耶，我觉得它颜色很漂亮，它很少见这个颜色，对，它跟高也是比较不会那么高的，它这个跟可以走去逛街都没有问题，很想去银座，就是你知道。走一天都 OK， 很适合。还想去日本，夏天不能出去。真的，而且我觉得其实这一件的话配洋装也很美，因为它就是有一点斗篷风，所以配洋装的话，我觉得完全都是可以。对啊，好漂亮！你看侧面，对啊，很漂亮，就是不会有那种就是你整个人大只的感觉。没错，想要看纽结羊。夏天忘记折扣码，你们要问，等一下纽结会传。对，等一下会传。下单忘记折扣嘛，你们可以那个私讯客服。然后我觉得它的这个就是最前面做 V 领也是会让你的那个脖子会比较长一点，因为你知道有时候圆领就会有点太幼稚，我喜欢这种 V 领一点、哦，就是有一点脖子的感觉。有脖子，我脖子超短的，这样就可以感觉比较那种修饰。而且我真的看起来年纪好小、哦，有减龄，真是有一点减龄的那种洋装。然后它是格纹，是有一点红咖吗？咖咖咖。咖对咖啡格子咖黑好绕口对咖格咖啡的格子对咖格、靴子小半号哦，你这双的话我觉得版型再有一点小，所以你们可以拿大半号或大，我是穿25对不对？对，你哎这双吗？哦，这双的是这双是正常，然后盖那一双的话是偏小半号，对对对对对，好，洋装的编号09050哦，靴子的编号是09024，厚雪纺的裤子哪一件？给我编号，我们看等下会不会穿到。去换下一套。好的。你要穿这个颜色，纽结羊等下会穿。然后好，我来看一下你们的留言。晚安，秀秀。对，然后你们下单的抢折扣码前30名，就是这个。这个超美的，我觉得你们冬天要有这种外套，就是非常百搭的外套，这就是制定款，限量的哦，限量的哦，独家限量款。然后你看，它是有一点那种就是人字纹的，对，它是有人字纹的。这件是必带，我觉得我那时候穿搭，我就是搭超多都可以搭。我们今天也搭超多了，然后你看超美，它后面也很美。然后我们做的那个纽扣就是有点那种渐层扣的感觉，比较有质感的那种，稍微有点木纹的感觉，超美。这件必带，然后它穿起来就是超级挺，超级挺的一款。像这种我觉得配那种碎花洋装也超美，就是其实是那种雪纺洋装，配这种都很好看。然后因为它下摆的部分就是做那种圆弧，厚雪纺裤子是那个。
加一的。那应该不会穿到。哎、欸，好可爱哦、喔！这件是可以单穿的吗？也可以啊，它算是可以单穿。我觉得如果单穿的话，我就是想单穿。小声一点。在家里想单穿，对吧？错，或是那个啊，配那个就是白色那个背心，就粗一点的。哦，对对对对啊，就是另外一种感觉。这样外套、欸、好可爱耶，外套肩膀窄的可以，因为它是连袖，所以你就算肩膀窄，其实也可以穿。刚是有人点菜这一件，对，永杰洋装，永杰洋装。不过我自己，我其实上半身这边我会很怕压胸这种。好，你被听到了，对，你被听到，我被听到。哦，当然你说在家，在家 OK， 好，他开心啊，他开心就好，在家 OK。我是很怕压胸啦，可是其实这件他穿起来很舒服，因为我刚刚想说，天哪，我拉链会不会压起来？然后他就直接这样子，就是蹦蹦感觉，他是很舒服的。就是他其实这边是做有一些，就是有那种舒适的那种宽度，不会说是很紧的，所以就是大家就是不用怕，因为你看我里面还穿一件衬衫。就它的那个整件是舒适感的，很可爱耶、欸、而且看起来胸部超大哦。你们可以看那个官网的那个胸围，我们有平量尺寸。衬衫洋装的那个编号是 P02， 对，衬衫是 P03 34D。 可不可以穿纽结？我觉得可以耶、欸、你们可以看一下官网的平量。我也不是说很平啦，只是平常很少露而已，所以34D 也是大我个一两个 cup 而已啊。差很多。然后另外一个是就是这个颜色，那颜色就比较偏就是灰蓝色系的，就是你配一个就是里面是浅灰色的，浅灰色的也可以，衬衫就是不同感觉这样子，对，像这样子的感觉，跟我身上就不一样，对吧？这一件的话它也是有点那种橄榄绿的那种，嗯，我很喜欢橄榄绿的，今年好像蛮流行的。而且我觉得它很特别，是这边做扭结，可是它下面就是它是做这样子顺下去，有点 A 字的感觉。因为它，可是因为格子也是会修饰你的身材，然后它布料又是其实是软的，所以就不用怕说哦 A 字下去会不会我看屁股神大，它不会。对，它是有点在胸以下，然后都是做那种有点 A 字、啊、长 A 字的感觉，就是、它穿起来还蛮瘦，从胃以下我全部都是腿，没错，就看起来我的比例超好，很瘦，这样现在看起来超瘦，嗯、而且这件可以吃饱，没错，因为我很 care 它是可以吃饱。对，然后它是可以就是有一点那种宽度的，嗯，就不会到整个是贴在你的肚子上面，对、啊、它是舒服的，对，然后旁边也不会说太低，就是这边也不用怕就是会漏到里面还是。还有这个衬衫，这次的皱皱衬衫是邯郸的商品，对，然后还有这个也有点奶茶色，哎，我怎么今天看都觉得它是有那个，就是给你们看它上面是有那种就是这怎么讲啊，皱皱的纹路，对。短靴筒围有弹性吗？它是软的，软的。但我觉得它，我是觉得说都还蛮好穿的，就是它不会到很 K。它不是弹性，它是它弹性，但不会紧，对，不会紧，不会那个勒你的脚脖子。对，所以你们可以看筒围，官网应该有筒围、嗯。来，对，还有，哎、欸，我觉得印花那个颜色好好看。对啊，我也觉得，我刚刚就是为了它穿的颜色给你看。如果里面穿 bra， 我跟你说，你真的是晚上不用涂了，对，男朋友直接涂上几次，有没有？哎、欸，下次可以开个黄腔。哎、欸，我觉得这样搭，我被太 over。我觉得这样搭也可以，就是搭长。对啊，对啊，对。然后这个颜色是有点奶茶色，然后我觉得这一件的话还蛮有质感，就是它是故意就是皱皱，所以你要再怎么皱都 OK，、嗯、就是你直接出国什么的。哎、欸，而且就是也不用烫，不用烫，真的不用烫，对，就是、它就是故意的。他就是故意给你皱皱，按他赞跟你开玩笑不行哦、喔，我好想。对，然后这件很好看哎、欸，然后哎、欸，我是什么颜色、啊？它是有点灰蓝，灰蓝。对，我觉得你这个色比较柔，就是比较小女生的感觉。可是那个很正式，这好很洋溢耶、欸！我觉得他就穿那个蓝色会看起来很青春洋溢，配个小白鞋哦也可以。对，然后配这个嘛？对啊，那配个小白鞋可爱。对。就不一样感觉，比较可爱的那种风格也 OK， 很美。而且它长度真的也是我爱的。哎，这种是不是这么好像也可以搭、欸？来搭搭看，我们来搭搭看好了。我们来看一下我们风衣是不是那么百搭？没错，一定可以的啊！这件风衣，我真的觉得今年冬天这件风衣，可以你们不用买别的外套。对，而且它超挺，质感超好。你看我穿那么多次，我还没烫呢，我们都没烫。对啊，而且我那边冻很久。对啊。很好看，就是这样也可以。前到后长，就是配格纹，哎、欸，这样也很好看，好看啊、就有点层次的感觉。那我侧面就是
那女的今天有打扮哦。对啊，就很有层次的感觉。风衣真的美到爆，这座衬衫会透哦。小织女穿会太大，因为它就是它不会大啊，它就是你可以扎进去，所以我觉得其实韩国的衣服其实都不会到太贴身，我觉得扎进去的话其实就很好看了。没错，这样也可以哦，各位。我现在好期待今年的秋冬哦，今年秋冬感觉衣服都很美，都很美。我觉得，对啊，韩国秋冬的衣服都爆美。你看，就一件那个，就直接里面什么衣服都可以穿。对，就是我那时候也尝试很多都可以搭。对啊，然后它是有口袋，所以你又方便。来，我来看一下。好，好，然后我们再去换下一个。好。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吗？对，赶快封衣，赶快抢，那个超有质感的，那是必带款，就是你今年整个冬天就是要有那一件就好了。好，然后对了，就是你们今天的话，你们就是 FB 这边会有抽奖，就是今日下单制定款抢折扣嘛，限量前三十名，这是关键字哦，打这个就会抽这个。好，然后还有什么呢？我来看一下。连线期间到9月27号，两件88折，哎，两件88折超划算。你今天带这个的话，然后你再配风衣外套，就是就可以了。因为这个的话超几百块嘛，所以你配风衣外套，你其实这样是可以去搭两件88折的哦。然后连线期间2000免运。想看牛仔裤哪一件的牛仔裤？啊，我穿牛仔裙了。对，我现在先穿牛仔裙。对，先穿牛仔裙好了。等一下也有一款牛仔裤。好。前三十名的折扣码再给大家一次哦 ，WK140905。哎，这件牛仔裙我觉得它很漂亮。你知道牛仔裙，因为我觉得今年我很少穿牛仔裙，是因为我很少找到一个就是让我觉得它很特别的。可是它版型这件真的完全不一样，它是它裤头这边它是超弹的那个裤哦，你看裤头它有弹性的。它裤头一整圈全部都是松紧带，所以就是其实对你的腰来讲是不会有负担那种感觉。可是它就是其实做的呢，它这边会比较就是贴一点，可是它你看它是弹性很好的那种布，然后它是比较贴，然后再下去的话又是顺的。可是你看它刷色是很纯粹，就是这个蓝很少见，它是还蛮深蓝的。对啊，然后它又带点有一点刷白，这边。哎，我觉得冬天就是要穿深蓝，很好看呢。对啊，这个我们等一下又可以搭风衣，我们要测试到底多好搭。哎，然后这件上衣的话是这个，哎，刚刚的那个另外一色，对，对，是这个。我穿黑的，超瘦，对不对？奶茶色的这个，这件真的是，我整个人很薄。这个很瘦哎，这件穿起来很瘦，因为它不会到太贴身。我觉得有一些就是像我一样，就是到那种没有到那么瘦的话，就会不敢穿太贴身。我觉得这种话就是很百搭，它真的很舒服，不挑身形，不挑身形的。然后这件裙子它真的让我的屁股出来了，因为就是前凸后翘，漂亮。你们好，就是有这个可以耶，很漂亮，这件裙子真的很漂亮，而且我觉得它刷色超美耶。对啊，然后是高腰裙，这件上衣编号08270，08270，哎，很少看到有牛仔裙子这么可以。推什么色？上衣推什么色？这很难讲。哎，你说这两个，我觉得就是两色，因为我个人买衣服就是很干脆，我就是在包色，就这两色。这种比较特别，而且它这个颜色超漂亮。对，你看配这个牛仔，你刚说它这个有点。泰国奶茶哦，太奶色，它有点太奶色的感觉，这样子，对，然后是有纹路的，这件很美，然后我就现在是穿黑的，黑色，黑的就是炸瘦，对，黑色就很好。我们来看一下，因为我们现在穿色系跟风衣外套色系比较不一样，对，看它有没有不一样的感觉，有 ，OK 啊，可以耶，这样也很好看，哎，我觉得这样也很好看，这件风衣真的很夸张，这样就有点休闲的感觉，对，就配一个布鞋。对，这样配布鞋我觉得超美，就是小白鞋，看耶，看着超好看的，风衣是不是该带？然后旁边我觉得超美，它就是圆弧状。对啊，给你们看侧面，超好看。里面配什么？这种我觉得搭球鞋就非常可以，很适合。好好看哦，好好看。就是风衣的话，什么都可以搭哦，你看，超百搭，真的超百搭的。对，而且它是因为它的颜色又比较浅一点，所以就有点灰性灰性，所以它的颜色是算真的超百搭的。我这个颜色超多色，难怪你只出一色。对啊，因为它是最百搭的颜色，啊、好扯哦。我们今天很多套哎、欸，都是这个。可以，等一下我们会有经典的牛仔裤。哎、欸，不然你等一下配牛仔裤给他们看好。好，那我现在换好。配牛仔裤给他们看那个搭风衣，然后呢，那个牛仔裙的编号。是我看一下，零八二
223。然后那件牛仔裙它是有整个是有松紧的，等一下我们再我等一下再试弹性给大家好了，这个它是有弹性的哦，它有分尺寸，它是有分 S 跟 M， 有 L 吗 ？S M 而已 ，S M L， 对，啊、哦，它有三个尺寸诶，对，它是内，它是那个裤头这边它是做松紧，然后它这边有也有弹性的哦，它是有稍微有弹性，然后它是比较挺的布料，牛仔布料。风衣跟小雨之前去年的不一样哎，那个完全不一样的东西，就是之前的风衣它是比较薄。然后款式也不一样，然后布料也不一样，差蛮多的。这个的话它是很挺，而且我觉得超好看。这个裤子我穿起来比较短一点，它是八分吗？短是八分，对，而且对，其实也可以配靴子，我觉得也蛮好看。好，哎，这样也可以啊，这样 OK， 对，这样也很好看，就是配那个风衣又是不一样的感觉，很美耶。这个裤子也很弹哎，而且我觉得它是有一点那种喇叭的感觉，对，下面是小喇叭。你穿的话就稍微短一点，然后我穿的话大概是正常，在这边对对对，大概是9分，正常应该是九分啦、啊。对，一宽是168/48，因为我的上半身比较短，而且我觉得这样配牛仔裤也很好看。对，宽裤也 OK。风衣，哎，风衣160穿不会太长，因为我就是160，对，完全不会太长，很刚好，就是大家不用担心。这件外套如果肩膀比较厚，平时穿有那个肩膀比较厚的话，我就是肩膀比较厚，我觉得是 OK 哎、欸，可以哦、嗯，不会很大。而且我的肩膀是宽的，我是40肩。这件的话，我觉得完全可以，你们可以看我的那个穿拍。上衣的编号，刚刚是有人要问这件裤子是不是？对对，上衣编号是08270，上衣08270，裤子09023，09023。我觉得这件裤子它是属于就是。因为大家就那种贴腿裤就已经穿腻了，它是因为韩国就是他们现在比较流行那种就是小喇叭，可是因为我觉得台湾人其实都要流行很久才开始敢尝试，所以这个喇叭没有到很夸张，这样给大家看，荧幕下面有反光吗？有吗？很弹，对，看一下哦，那个等一下，这样，哦，是张掉，对，是张掉吗？这样，等一下哦。我是觉得它很包覆性，因为我自己不喜欢穿太低腰嘛，但它刚好是在我的斗宅，所以它其实算是一个就是很舒服的牛仔裤，然后让我就是这个臀型这边看，其实臀型这边就是下面做喇叭是会修饰你的臀，有吗？还是我手是脏的？还是用风衣？我看一下，我看一下，有吗？一样，还是有、欸，还是有。还是反光，应该算了。然后我觉得它很特别，是它下面啊，就是这边是有做小小切角，然后它旁边也不是说是齐的，就是会有那种就是特色。然后这边也是有，就是这个这叫什么抓，就是哦，它又割破了。对，哎、欸，这个其实这个地方还蛮害羞的、欸。男友就你的哎，可以耶，我们回家啦。今天你在乱教风衣的衣长。风衣的衣长官网有、哦，然后外套材质我觉得不会到太厚哎、欸，就是它其实是还蛮刚好，然后里面是有内里的，就是你穿九月十月都是 OK 的哦，九月十月都是 OK 的，对，而且它穿起来超挺的，真的很挺，我今天穿很多套哎、欸。风衣肩膀小的不会太大，我觉得完全不会，不会，因为它这边是落肩的，所以对，它是落肩连袖，所以它看起来的话，它版型其实不会到太大哦。就是如果你是娇小的话，也是 OK 的。好，然后裤子的话，一般是穿 S 号，而且它真的也是一整圈都是那个弹性的那个松紧带，所以也是很舒服的。对，158穿起来到哪？我等一下穿，不然我等一下穿看好了。好，就我外套穿好了。我来给你们看它的那个长度。好，我先看一下长度，扣起来，盖我没有扣起来，等一下我们再来扣好了。好，就它其实长度我换一个上衣吗？你换下条，要不好啊。就是我还拍蛮多这件，我觉得它不会到太，就是我160穿是很刚好的。好，先把它藏起来。哦，刚刚是一直有人在点这一件。哦，对对对对对。
这也是雪雪，我把帽子藏起来。对，160穿大概是这样，我觉得超好看的，它就不会到太，不会整个是，就是完全是架得起来的。我觉得娇小的女生或者是160的话，都是完全 OK 的。翻头鞋是奶茶色吗？好，我给你们看，这样，它是有点杏色，有点灰杏灰杏的感觉。这双的话，我觉得是我自己是非常喜欢。我自己那时候一拿到，我就是先留。这个超好穿，就是你可以走超久，然后你变成凉鞋也超美。然后它旁边有金属，很有质感。这一双我觉得一定要。然后它这里很软。为什么有人一直在点这件？这件超好看，炸好看呢！很好看，哎，我觉得很适合你耶。对啊，就是你知道，我之前就是我很喜欢这种就是裤子。可是他们都会让我觉得这个地方很合，就是合到让我觉得靠杯，那你是不是要让我吃东西啊？你懂吗？就是我会觉得我没办法吃啊。可是它这件是高腰，可是它这边是做是舒服的，就它也不会，因为你知道，如果一可能有，因为可能它之前做很合，就是因为你一松的话看起来比例就不好。可是它这件真的是看起来比例超好，而且它这边我是松的哦，可是穿起来还是很好看的、欸。对耶，哎，这样很好看。对。就是一般这边它都会做很合，对。然后这件的话是那个我们重新制作的，对，因为本来断货，然后重新制作，因为它版型实在太美，真的很好看，质感超好，它这件质感超好，我的腿真的是超长，炸长。裤子上衣小雨也要，哎、欸，上衣看起来超大的、欸，真的，我觉得，而且我觉得好大、啊，很适合。就它上衣的版型，我觉得超美，而且它是有点那种透结的感觉，它其实蛮透，可是它很有弹性、欸，是舒服的，对。它是弹性很好，然后它蛮多颜色的哎、欸，哎、欸，我觉得你穿这个颜色很适合，比较土色系。对，我是土人，土色系。或是这个配白色，白色裤子配这个也 OK， 白也 OK。对，其实黑配这个也 OK 啊。然后另外一个是也是蛮特别，因为是灰蓝灰蓝。对。他喜欢这种东西，啊、喜欢这种东西，笑死。小雨知道包色来试件，真的很适合。哎、欸，我觉得三色吧，你的小雨还蛮适合你的。我觉得你穿这个色也蛮好看的。对啊，而且色，我真的真的觉得它侧面看起来我奶超大的，很瘦，而且我觉得它对这个手变超细。对啊，很可以耶。上衣的编号08220裤子07089，而且裤子它是有后松紧的哦。这件我觉得它质感超好，然后它是有前面两个打折，然后它那个扣子我觉得它是有点那种大理石纹的那种感觉。就木纹这里有一点。刚有人叫我说可以站中间吗？然后我说哦好，我刚才就是站中间，然后不讲话给大家看。好，然后而且、欸、我觉得你这样穿腿超长的，而且我是真的觉得它这个地方好舒服、哦，我觉得这件裤子真的很棒哎、欸。因为平常这个地方如果一掉下去，那个这个地方就会宽，所以看起来就是下面就是不顺。可是这件真的很 OK， 对，而且它是那种长落地，然后如果你比较娇小，它这个是可以改的。它可以改长度，对它那个、oh, 对裤子是可以改长度，然后它这边也是比较做宽版的，对它有松紧，然后我觉得它这边做宽版的设计看起来会觉得腰超细、嗯。小汉坑条圆领推哪个色？这个你推哪个色？就是这个跟黑。哦，对，他刚才有讲这个跟黑，哎、欸，黑不见了，黑在那边，黑在那边。对，奶茶、这个、奶茶跟黑这两个，哎、欸，这两个就是。必带，对啊，就是必带，很好搭啊，黑因为黑就是真的超瘦，对，黑色炸瘦，没错，好，哎、欸，你可以搭那个吗？一定可以吗？可以啊，因为我还没有搭过宽裤哎，哎、欸，这样好像也可以哎、欸，对，我觉得里面这件颜色我可能换个白，或者是换深一点，对，对，但我觉得同色系这样也蛮好看的 ，OK， 哎、欸，宽裤 OK 啊，宽裤可以哎、欸。因为我还没配过宽裤，我觉得配宽裤也蛮好看的，就是很不一样的感觉。这样就也，我觉得这样子搭球鞋也很好看。它到底有什么不能搭？我都不太懂。都可以，风衣真的是必带，很好看，真的。风衣的编号是 WK14 哦 ，WK14。好的，我们再换下一个。好，再换。然后上，我再给你们看刚才那个上衣好了，其他色。对这件的话，它也是那种微透，然后它是很有弹性的哦，
这个是超这么有弹性，超有弹性的，所以我觉得这件还蛮推荐的，而且它下面有结很好看。像这种话，你其实配那种高腰的东西，或者是带易欢穿的高腰的那种落地裤，其实就可以，就不会说就是露到肚子太多。来给你们看，黑色的话也是显瘦，对，然后还有灰蓝灰蓝的，然后白色跟刚才土色系的焦糖，有点卡其焦糖的那种感觉，超有弹性。对，这件编号是上衣编号是08220。哎，这套也太性感了吧！可以耶，它就是一个针织，然后它前凸好后翘的一件，就是两件式的洋装。它这件外套是可以单穿，就是你可以拿去，就是配别的。可是我真的看起来，天哪，这上面看起来好。很有，因为它是、啊、哦，它里面比较紧身，但如果你不敢穿太紧身、嗯，你可以就搭个外罩衫，因为它就是两件式的，嗯，这很好看。然后还有其他两个色，对，这两个，对，洋装，它就像这样。如果你不敢，就是因为它里面比较紧身的话，你其实配个外罩衫、嗯，其实就完全就觉得还好。它是螺纹的那种，然后它蛮有弹性的，是舒服的料子。点点领巾可以当发饰吗？可以啊，你们就可以随意绑。今天还有那个配领巾，有人说什么黑色长裙，黑色牛仔裙哦，是什么意思？黑色牛仔裙，黑色的吗？这是要绑头发哦哦，许愿，好啊，我到时候再看有没有。你是给我绑头发？都有上架，没有没有没有，我有领巾啊，领巾的感觉。这个就是放在那个啊风衣里面很漂亮，嗯，很适合。衣长多长？官网有平量尺寸哦。洋装的编号，洋装编号是08272。然后领巾，领巾编号是08273。08273。对，然后这种的话呢，就是它就是洋装，就是可以搭那种两件，它就是两件，两件式的，对，两件式。这样。对，我觉得这个颜色其实也蛮好看的。对啊，这颜色很好看，这颜色很好看。这是比较特别，然后黑色就是瘦瘦，然后灰就是，它也是小，我觉得灰好像比较休闲的感觉。对，灰就是配布鞋很 OK， 很适合，对，然后一个老白就是帽子呀什么。对，然后我们再配风衣。好，哎，这样好像也可以，绝对可以的啊，这风衣百搭。风衣是 WK14，哎，这样好好看哦。OK， 好不好？这样超美的。然后你旁边还有开叉耶。对啊，而且我还是两边哦。套装没有分尺寸，然后它是比较弹性棉的那种布料，它很薄的，你看，对，很好看哎、欸，这样我觉得超美。对，然后它是两边都是有做开叉的设计，可以配个靴子，会比较冬天一点。上衣很可爱，没错，这件上衣超美，这也是限量哦，因为它这个的话厂商要断货了。对。好，然后哎，对，配靴子也很好看。对，我觉得配靴子好像比较冬天。可以。然后这个是最后一套咯，然后你们赶快官网就是下单，所有的商品都有上架，前三十名折100哦，前三名折100，只要1818，超划算，因为两件有88折，然后你前三十名再折100的话，你就可以1818，超优惠的哦，然后你随便配个东西，你又可以免运，哇塞，这必买，哎，这样可以，很好看，这靴子就很秋冬了，对。风衣的话是2180，然后两件88折，你可以配。风衣才2180。对啊，超便宜的。我以为它真的才快3000之类的、欸。我刚念超多遍了。对啊，对，它放空。对，因为我听到那个数字，我会放空。可是2180真的很便宜啊！哎、欸，赶快去加两件，快点。你还可以配领巾这样配。对啊。然后你88折之后是1918。1918。对，然后你30名，然后又可以折100，还不到2000，1818。就是超便宜，超便宜的，赶快！你们前三十名，就交友吧，没错，就做朋友而已。因为你看这个资料真的超好的、欸。天哪，那个我妹还在线上，赶快先下标。我的衣服是没了，你们要看官网，没有就没有咯、嗯、对，然后风衣是 WK14， 必买的制定款，限量的，限量的哦，限量制定款。对。哦，我的上衣没了。这件是限量哦。对啊，對，限量制定款。不一定会有下一批，所以你们要赶快抢。之后会有长风衣吗？不一定哦，不一定。哎、欸，你赶快先买起来，真的，我不认真，因为它今天穿起来真的好好美哦。我的上衣已经没有了，对，
裙子我们有穿过，你们可以看回放，就是这样子，很好看。好，我觉得这件，哎、欸，这件好像配超美。对啊，很有气质。因为里面这件它其实算是一个比较薄一点的料子，对，可是你配这个这样子，然后配个 OK， 完全可以。WK 一四，然后里面洋装，里面洋装是08272。风衣没有分尺寸，对，欸、而且它这个洋装，我觉得它 很特别，是它是短袖，我觉得短袖很特别。风衣里面 有那个洋装哦，对，它里面是短袖，然后外面有外罩衫，对对，那 CP 值蛮高的 ，CP 值超高。这样子还有这个色，这个色也蛮好看的，对啊，那也是那也是很漂亮，对，这个是有点橄榄，橄榄绿色的。好，我们今天也很多橄榄绿，真的，那颜色也很好看，而且这种就比较偏慵懒运动风，然后你要其实搭靴子，我觉得也很好看。好的，上衣的上衣已经断货，所以就是限量，那时候刚才七件没有了嘛，已经没了。对，所以我就说你们要赶快下单，不然等下风衣没了怎么办？风衣可以近看材质颜色，好，它是有点灰杏色，然后是人字纹的哦。你们的人字纹蛮细的，没错。所以它其实你配碎花什么其实都 OK， 因为就是不会抢走碎花风采，它就是一件非常实搭的。对，前短后。你看它的人字纹很细，很细的哦。因为有一些的那个人字纹很明显，很粗的那种。对，这样子，因为你远看其实就不像有人字纹的感觉，很低调哎、欸，真的比较低调，但是近看有一点特色，很美，必买。然后那个领巾的编号08273，零八二七三，领巾超便宜的，我刚刚看到，我偷偷看到价钱，超便宜的。想看洋装，洋装就这样，然后里面是短袖的，嗯，对，它就这样，然后里面是短袖的。然后因为它是里面比较紧身，所以你外面其实搭这个，就它因为它是有两件嘛，然后你其实搭外罩上，我觉得就不会到太紧身的感觉，嗯、就 有安全感。好的，所有商品都有在那个官网咯，对，折扣码可能现在就没了，因为我们直播一个小时，一个小时30名怎么可能没有卖完呢？所以就是折扣码可能就没咯，所以你们赶快就是两件八八折，就是连线期间两件八八折，2000就免运。所以想单看两，所以要赶快。这次还有个新的帽子，贝雷帽。帽子应该比较难配，没关系啊，因为它防滑。好，对啊。然后洋装的话，它就是短袖，里面就是长这样。对，短袖的。很瘦。对，然后配个外罩衫的感觉。靴子有靴子的编号。靴子编号是什么？09024。好，然后所有商品都有在官网喽，你们就赶快官网下单，不然等下靴子很软。对，靴子很软哦。现在就是连线期间两件八八折。对，里面洋装是比较贴，但是它有外罩衫，我觉得外罩衫遮起来其实就还好。靴子有，洋装是贴的，可是它就是那种很软的料子。对，就是舒服的，没错。好，我们刚好要结束了，反正你们可以再去看回放。好，所有商品都有在官网，拜拜，我们要下播了，拜拜。好快哦。